欢迎收看 IFBI 评测栏目，我是本期明星探长黄子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子韬。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单品是蝴蝶结板鞋 Parsed， 然后呢，我脚上穿的是一个黑色的，然后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颜色的板鞋。其实这双鞋特别的舒服舒适，然后你穿它的时候也特别的轻松，你只要拉一下它的拉链，就可以轻松的把脚塞到里面，很方便，是我最喜欢这双鞋的原因。然后呢，各种各样不同的颜色可以搭配你各种各样的衣服跟裤子的颜色，对，各种各样的颜色可以搭配你穿各种不同风格衣服的颜色，我觉得特别的适合各位啊。然后也是一款比较新的一种元素的出现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尝试。 Follow me。 带拉链的呢就是男款，因为有时候 男人穿鞋比较懒，可能故意设计了一个拉链，或者是男孩脚比较大。然后呢没带拉链的就是女款，因为脚小一塞就进去了，对，所以我特别喜欢这次 Parsed 设计。